今個月的紅盤啟德跑道區的 MQ Miami Q 兩期住宅，而家賣緊第一期，樓花嗰陣時賣得唔係特別好，賣得嗰五十幾間，咁而家就現樓退，減咗價，減咗價呢樣嘢就好重要，現樓賣變相嚟講平咗，最起碼就一到兩成，個外形幾殺色，而個景觀方面都幾靚，同埋成個環境好好啊，海濱綠化帶靚嘅，之前後面賣得好好，不過而家可以揀嘅單位就比較少，同埋價錢就略為貴少少，反而 MQ 就啱啱新鮮滾熱辣推出市場，所以佢價錢又會平少少，有得揀嘅户型就比較多，所以吸引嘅。再後面就嚟緊會賣嘅叫柏偉森，我諗唔明點解會改呢個名，不過 anyway 都係一個噱頭嚟嘅啫。咁我哋而家嚟到啟德跑道區嘅 Mamiya Q， 基本上呢度就會所啦，同埋有一個靚嘅玻璃幕牆，而家市場上放緊就一座、二座、三座都有開，分別由開放式去到三房套都有。你見到其實幾靚嘅成個環境，啟德區買到嚟呢度最主要都係買個環境，買個海景。冇乜特別，我哋可以睇埋個會所望下，所有會所設施就共用嘅，成個屋苑嘅綠化都唔差嘅，靚嘅。個人就等緊佢嘅低座，唔知道到時點賣。二期嘅資料暫時冇啦，我相信發展商會不斷咁樣推盤，一期賣完會賣埋二期，咁一路落去。只要市場仍有買家，發展商係樂意推盤嘅。現時市場上三個樓盤擺埋一齊，對買家係真係會有利嘅。珍惜呢次機會，今日嘅時間就係咁多。我是老魏小王，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